手工长知识，介绍三种减压食品。第一种是巧克力，它可以在脑内释放对抗压力的内啡肽，吃一些黑巧克力便可成功化解。注意要选择可可粉含量为70%以上的黑巧克力。第二种是坚果，坚果中富含的维生素 B、锌、镁和深海鱼油等营养物质可以在对抗压力时派上用场。第三种是浆果，树莓、草莓、黑莓和蓝莓这样的浆果类食物，它会在大肠内会产生轻微的发酵作用和少量气体。由于慢性压力会影响饮食消化，因此当你处于重压时，使用浆果类食物非常有益。